会入到我们的那个 Excel 里面的话，啊，上刚刚讲，我们这边啊可以录了一个程式啊，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，也是利用 CSV 这个动作哈 test， 然后呢给他一个网址，这个网址的话是从那个台北政府提供的这个网址，把它贴过来，啊，他就可以从那个台北政府自动帮我把资料给下载下来，然后这边把它。 把这个清空一下，然后其实 demo 给各位看一下，其实就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啊把它下载，啊，其实这底下这些都录制的，比较可能要注意的就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你的那个什么呢，这个CSV 的编码方式，OK， 啊怎么知道它的编码方式是什么？我好像有讲过啊，你可以什么下载那个 CSV 档，然后并且怎么样，并且把它开起来，有没有这个 CSV 档？记得按右键哦，用什么用那个编辑或者用记事本来开起来。 那你只要按另存新档哈，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编码方式是什么。哎，没有，这个是 UTF-8。那 UTF-8哈，它的好像 Pattern Form 好像 65001 吧。啊，如果是 ANSI 的话就950。反正呢，基本上哈，目前看到应该 99% 会是这两个，应该不会有其他的，除非你会用到像其他语系，日文啊或者韩文等等啊。不过目前如果你没有用到那些的话，大致上就改这。 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呢，程式里面的话，大概就是改这个 pattern form 啊，没有这个950的话，就是如果它是 ANSI 就 big file 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哪一些栏，这一个就是 array 啊，有个阵列，这个阵列里面如果一的话就是要资料，如果9的话呢就是不要，不要就不显示那个栏位。OK 啊，里面总共假设我们有5个栏位的话，我通通都要哦，那我可以什么，通通都一，所以5个栏位。 那如果我把它怎么样，把它执行的话，哎，有没有1跟9？哎，这个好像我改过的。云端上也有了哈，你们可以自己再把那个复习啊。这个我全部都帮它显示好了哈。所以如果一一一全部都一啊，不要的话就9，把它执行一下。那如果把它执行过的话啊，理论上应该它又会从那个什么，哎，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官网上面哈，帮我把资料呢直接就下载到这边。好，所以我这边执行这个，执行它。OK， 那台北市政府那个行情有没有？哎，就马上下来，1到这个哈，第1栏到第5栏的资料呢，就全。